圣卢加医院也为许多病患提供伤口护理。我们是第一家设有伤护专属病房的社区医院，伤护护士都经过培训，有能力采用多种医疗技术为病人进行最恰当的治疗。系统可帮助护士采集精准的伤口数据，并检测病人伤口的愈合进度。负压伤口治疗是一种促进伤口愈疗的辅助治疗。超声波伤口清创治疗是一种温和且有效的伤口治疗方法，可清除伤口上坏死的细胞或异物。圣卢加医院在2016年成立了圣卢加社区伤护中心，除了临床伤口护理，也拓展伤护领域的教育与培训以及相关科研工作。